百分之九十五了吧？多打多练都准啊！一个气球啊，这距离50米到60米这样吧。敢打气球？对。哦，高度正合适，偏了一点啊。差不多。 好，第二下就爆了啊！看看这距离是多远啊？那个是直的，是咋似的？测距离的视频。距离啊！啊，哎，怎么对不上焦啊？ 在这儿呢啊！哇，62米，估的还算可以啊，这距离啊，60米吧，就这样。